场，义薄云天，却落得这般下场。以后还有谁再讲道义？义子上仰下我，一个和羊一样善良的我。关将军的义不只是道义，更是慈悲啊。那是可悲，他本是一匹狼，却天生一副羊的心肠。而这个天下是狼的天下，狼的天下。20年前，汉室天下战乱连年，我曹操就带着那么点兵马东征西讨，刚把时局稳住，渤海太守袁绍竟起兵造反，强攻我军。袁绍大将颜良仗着兵强马壮偷袭白马城，多年来我曹军一向是以弱胜强，百战百胜。看着兵败城破，军中主帅们难免有些沉不住气。城池我丢得起，军心我可不能丢。那个时候关云长正在我曹营，此人本事很大，人称万夫难敌。我很清楚，有他当我的棋子，我就能走好眼前这步棋。这可是决定胜负的一步啊！无奈这个棋子却是刘备的，别人的棋子怎么能为我所用呢？云长兄，来来来，跟我一起吃点。你还要先请吃饭。怎么样？我是想让你跟我帮个忙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。关某乃一介俘虏，没什么愿意不愿意的。那好，帮我去杀一个人怎么样？杀了他，是不是不用再打了？对啊。谁？不急，吃完再说。不急，杀完再吃。他们要撞城门，快顶住！是。关羽是敌方降将，怎能为我军捉刀啊？曹营里边有谁不是降将？只怕关羽这一去，那是放虎归山。云长兄，曹营5000人马，有谁能拦得住你吗？我要骑兵30，谁跟我来？关某跟大家一直都是各为其主，从来没有兄弟之情。但是今日一战，各位不计前嫌，为小弟助阵，你我就有兄弟之实。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，关某就斗胆跟大家以兄弟相称。各位大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算我张辽一起，还有谁？
兄弟们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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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驾到！奉圣上谕，封关云长为汉寿亭侯，官拜偏将军，钦此。关云长何德何能，吴公岂敢受禄？云长兄，你忠义双全，只有你能担当得起。眼见天子受屈，罪臣只能袖手旁观，有何忠义可言？莫非你是觉得皇上在此受了委屈？宫廷之上，从来严禁武装佩剑。但是如今文武百官人人如此，以下犯上之心昭然若揭。国难当头，保卫皇权，佩剑戎装，这怎么能说是有犯上之心呢？那天子脚下曹孟德何以不用下跪？
你不喜欢的话，你也不用跪啊。关羽不敢无礼。哎，又不是祭天，有什么有礼无礼的？好，大家都跟平常一样，都不用跪了。起来，起来啊！起来，起起起！起来吧。侯爷，皇上已经发话了，云长兄，请起。关大人，啊，来，起来，不必叫什么大人。秦琪的命是关大人捡回来的，我得叫你大人。你的命是你自己挣回来的，不要小看自己。关大人是大英雄，救了我这条小命，算是给小人添光了。更何况大人现在是侯爷了。关羽绝非什么侯爷，我跟曹操有点误会而已。关侯爷。跟我的确是有点小误会。我回去干活了。好。那曹大人认为这些小误会该怎么解呢？先喝点水。关侯爷，这一片原来是没有人烟的荒地，我们来了，开了荒，种了麦，从洛阳带到许昌的几十万人，六年当中没有一个人被饿死，我曹操有点本事吧？老刘家的房子快塌了，是我姓曹的帮他修好。可是，有人偏要说是我拆了老刘家的房子，我的冤苦，向谁诉说？曹大人的文采果然非比寻常啊！什么文采？这不是事实吗？事实是曹操。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我听到过这句话。这是一句屁话，明明是天子挟曹操以令诸侯。我知道，这种屁话一定会有人信，2000年以后还会有人信，但是他仍然是屁话。只有两种人相信这句话，一种是蠢蛋，一种是坏蛋。刘备就是个坏蛋。你就是个蠢蛋，这个蠢蛋被刘备利用了。好，我就喜欢你，敢做，敢当，敢恨，敢爱。留下吧，在我这儿，帮我做点事儿。若刘家23口不在你手上。你敢这么说？关侯爷不会杀不该杀的人，对吧？曹孟德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快来干活！皇上，是曹操要你干这些粗活吗？坐。你看，他也在干这活啊。怎么，你觉得文武百官、天子万岁干这种粗活不成体统吗？非常时期做事也得非比寻常，不必拘泥那么多。皇上，想过离开这里吗？
你知道过去这十几年，我这个皇上过的是什么生活吗？我从一个皇宫走到另一个皇宫，是从一个废墟走到另一个废墟。我吃的是麦麸，喝的是臭水。我身旁那些大臣，他们吃的都是死去的那些大臣，喝的是他们的血。天下之大，连个皇帝都没有容身之所，这是什么天下？你知道我第一眼遇到曹操，他带了什么给我吗？是白白的蒸饼，热腾腾的肉汤，和暖暖的床。难道蒸饼、肉汤就可以换取汉室的皇朝吗？曹孟德根本就没有说过要当皇帝，他根本就不相信靠一个皇帝能够改变天下。皇上是天命，连天命都不信的人怎么可能改变天下？能力，有能力就能改变天下？朕的天下今天在曹操的手里，因为曹操比我强。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变得比他强，到时候曹操自然会把天下拱手相让。如果寡人就是天命，那么天下终会是我的。关大人。关大哥，关大哥。哎，小侯，哎，那你爹的病怎么样了？好点了没有？好多了。哦，大夫说还得吃药。嗯，关大哥，哎，饭煮好了吗？我进去看看啊。没关系，大哥，今天我们确实来早了，来早了点儿，不用急。哎，这位老爷是？他就是曹孟德，曹大人。你是？我们回头再过来。他们是？这些人进城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哦，找不到活干，嗯，也找不到粮，他们也是我们的天下，你看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回去我就把他办好。关大哥，他就是那个魔头。你别乱说，小猴。小猴，哎，曹大人是我们的财神爷。哎，拿去，给你爹买药去啊。去吧。曹大人。云长兄。告辞。告辞。两位夫人，奴婢已把那些不义之财通通送回去了。二弟拜见两位大嫂。启兰，怎么不跟二哥请安？对着不义之徒，哪用有礼？启兰，封侯拜相都是曹贼的诡计，大哥对二哥是绝对的相信。你快要进我们刘家了，出嫁从夫，你难道不相信大哥的眼光吗？人心难测，曹操手下哪个不是降将？谁不知道关将军万人难敌，他要走谁能阻挡？我倒情愿他回去会和刘大哥，趁着曹操和袁绍十万大军决战，奇袭许昌，那才叫对得住大哥。妹妹说得对，二哥你不用管我们，不如就照启兰说的去做。二哥，我求你去找刘大哥吧。启兰，二哥自有主张，你和二哥还有同乡之谊，二哥的为人你是最清楚的。关羽恕难从命，我先告退。你到底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今天累不累呀？不累。我们去那边歇一会儿吧。好啊。这是我今天画的，你看看好不好啊？你看，你瘦怎么样？重新做。我来帮你。
你们看，那不是驾牛车那小子吗？别乱说，人家现在可是大将军，关云长。你来了，我们老百姓就太平了。啊，刘将军，这是我闺女啊，小女。哎，来喝酒啊。哦，请。就是说，刘备这个没过门的小妾，根本就不认识他这个河东的同乡关羽，是吧？正是。有刘备的消息吗？刘备投靠了袁绍，白马一役，关羽杀了大将颜良，气得袁绍要杀刘备。到底杀了没有？暂无消息。使劲！起来！爹，爹，再来，再来！好好，已经说了八遍了。哎，你好像是河东人。是。那你会烧河东菜？不会。嗯？你可以会。对嘛？听见没有？你会。河东的菜口味重。正好配我的酒，来尝尝。这酒是主公自己酿的，叫九运春。请我喝酒，河以内外都布置了层层兵马，是怕关羽借酒行凶。打仗，粮食不够吃，我下了命令，禁止用粮食造酒。所以我们这儿私自造酒是要杀头的。那喝酒的人有没有罪？有罪。原来想借酒行凶的是曹大人。看来你害怕不敢喝了。有酒喝，我怕什么？好，关将军，你我在此共赏美酒，是不是有点违背常理啊？你的法我来反，挺合理。说得好，关将军，兵荒马乱，佐料不齐。你的家乡菜就只能做成这个样子。伺候尝尝。有点想家了吧？我没有家。我把刘备的家人都送回家去了。我派张辽弄了50精兵去护送。我敬你君子之风。关将军说我是君子，曹孟德我受之有愧。我说你有君子之风，可我并没有说你是君子。哎，我就是个小人的材料。来来来，关将军，再受小人一杯。我只不过是个草莽之徒，曹大人何必如此卑躬屈膝？要是卑躬屈膝能过上平静的日子，我愿意给你一辈子卑躬屈膝。关羽只会些粗浅武功，又怎能带来平静呢？何况你曹营人才辈出，我留下来只会给你添乱。哎，那么你大哥刘备是怎么带你和张飞的呢？刘大哥的方法你学不来。是因为我们这儿没有恨？也没有情。那好吧，关将军过来就什么都有了。怎么样？其实曹大人放了刘家上下与我有恩，关某自当报答。但我跟刘大哥始终都是结义兄弟，一有他的消息我就要回去。倒是曹大人觉得是放虎归山的话，你就杀了我。
为什么你的心里就只能冲着一个刘备呢？如果关羽的心是见风使舵，人留下来也只会是一颗祸心。有道理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喝，那是我写的。知不知道你不是第一个违背我的禁酒令的人？那还有谁？孔老夫子的孙子。孔融，孔大人。他算什么大人？你让他让一个梨可以，让他让一杯酒比我留下你还难。来，干。你说你没有家，我送一个家给你，你愿不愿意留下？你说这里啊？就是这里。谢了，谢了。在你心中，启兰从没有离开过。我的心早就空空如也，为何不可以让我做个好梦呢？心是空的，怎会有梦？主公，菜里放的药，药力能有两个时辰。那女的被我们点了四个大穴。天亮之前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侯府。嫂子，请你自重。这只是一场梦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就算是梦，也不得无礼。难道你在梦中也不敢爱我？当年你为了我杀人都不怕。关某杀人是为了救人。你不说出来，怎么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？你不说出来，怎么知道我的心？我要你告诉我，在想什么？怎么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？我要你告诉我，在想什么？你不说出来，我要你告诉我，在想什么？荒唐！我只知道你是我嫂子。
么人？是刘大人让我来的，他身在汝崖袁绍军营，关将军，小人的命留不得。关将军，关将军，关将军。我要见曹操。曹大人一早就出城了，不知何时回来。告诉曹大人，关羽告辞了。他要走，就让他好好走吧。大人，不能放虎归山呀。我跟他有言在先。眼下大战在即，越是大战在即，越得好好商量商量，我们怎么对付袁绍。刘备现在袁绍军中，关羽一旦投了袁军，那袁绍如虎添翼。军师说的对啊，那关云长知道我们给他下春药，那肯定对我们怀恨在心啊。我是不是已经说过，他要走就让他好好走吧？你们没听见吗？你是不是说过，袁绍那儿有个叫张合的要投奔过来？张将军智勇双全，但不被重用，所以弃暗投明。不被主子重用，就得跑别人家去吃饭，这样的人能用吗？人是你介绍来的，该杀该留，你看着办。谢大人。袁绍要打过来了，江东的老孙家要趁火打劫，你们说怎么办好？挥军五千，北袭江东，派斥候刺客三十，伺机暗杀孙家大将。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。嫂子，早，可以启程了。谢谢关大哥送给我们的厚礼。谢谢关大哥。起来，谢谢关大哥。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吧，起来。这些东西都是曹大人送过来的，如果你们要谢的话，去谢曹大人。关大哥，我们刚过去，曹大人已经把户口给办好了。那就好。关大哥，财神爷让我交给你上路用的。你好好留起来，买些东西给你爹和你吃，听你娘的话，乖。各位乡亲保重。关大哥，关大哥，关大哥，关大哥。上路了，嫂子。这。关大哥，关大哥，关大哥，保重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
了。等等，走吧。啊，走吧。这是新鲜的，不用了，拿着拿着。真的不用。这怎么卖啊？啊，这个。下车。通行令。在下关羽，空口无凭。我哪知道你是谁？二哥。这位将军，没什么问题了吧？那位也要下车，侯府的人也要查。不要为难小人好吗？有劳了，嫂子。东陵关不畏孔秀，奉天子令格杀关羽。跟曹操有约在先，如果关羽要走，他就会放行。那是你跟曹大人的约，我只是依法办事。现在到底是曹操要杀我，还是其他人要杀我？要杀关羽的是皇命。
非杀关羽不可，皇命难违。看来向南的路不安全，明天我们就朝北面的路走。我不想再杀人。二哥，今天的事你是迫不得已。我是个军人，只应在战场上杀敌。可这是乱世，你能不动手吗？我知道二哥有慈悲的心肠，可老天爷让你练成一身旷世武功，就是要你驱魔斩妖，时间未到的。我只有匹夫之勇，哪里敢自命时间未到。嫂子，这小刀你留着，以防万一。可你救过许多人。我杀的人更多。天快亮了，休息一下就上路吧。他们是江湖上的兄弟，走了。韩福，还记得我吗？关大哥，别来无恙啊！啊，
啊，这位是刘备夫人。关大哥，进来可好啊？哪有你福字号的生意那么好啊？我看到整个洛阳城工地里全部都是你帮中的兄弟，都是托董卓那混蛋的福，一把大火把洛阳城烧成这样。韩兄弟，你的老本行还在做吗？韩福已不过问江湖的事了。可惜啊，谁不知道福字号的长短刀枪奇门暗器都是天下第一。就是杀孽太重，报应啊，弄得个家破人亡。啊，想当日若不是关大哥，韩福岂止只断一手啊！这么一个乱世，还有谁可以独善其身？实不相瞒，关某要回刘大哥那里，不如你跟福字号兄弟们随我再投奔刘大哥吧。不去了。韩福追随二位大人十几年，到现在一点杀敌的雄心都没了。那好吧，关某也不强人所难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借用你的船队，送我跟大嫂回刘大哥那里去。关大哥，为何还要打下去呢？这国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以前我们打是为了能过上好日子，曹大人掌权以来百废复兴，日子虽苦还算得上是好日子。你已经是曹操的人了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曹大人让我做的就是好好的活着。今天可不可以放关羽一马？关大哥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皇命难违。关大哥，你为何不躲不闪？你明知道真相有剧毒。因为你我是兄弟，你不是我对手，我让你一招，这一招恩断义绝。你为何不躲？你我是兄弟，我又怎能亲手杀你？孟檀，大哥，我就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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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二哥。嫂子，嫂子，没事了。我就要用这把刀杀了你，替我大哥报仇。关羽可以死，放过我嫂子。
哥，二哥。你是谁？你每天都来这里看我吗？将军。你是谁？将军，你醒了。小僧是这里的住持普净。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将军请坐。小僧只是施药而已，这十几天来西兰姑娘不休不眠地照顾着将军，早晚诵经礼佛，祈求佛祖保佑将军，这才是恩呢。将军所中之毒已深入骨肉，小僧不才，只能退去外毒，怕是日后遇上寒天雨夜，将军还要饱受筋骨之痛啊。哎，关某能活着就好了。要活还要好好的活，只是别活在痛苦之中。关某没什么慧根，只会自寻烦恼。哎，不然烦恼有的时候也会找上人的，那又如何呢？关将军走了，他托付小僧送齐兰姑娘到刘备大人的军中相会。他说他要去哪里？将军没有说，他只是问了贫僧去北面的路。我想将军的意思是他向北引开追兵，以确保贫僧护送姑娘安然到达汝阳。你就是关羽，你就是那个残杀了并州50,000平民的卞喜，是50,000刁民，聚众造反，死不足惜。听说以前你在并州也是造过反的。以前造反是因为没饭吃，可造了反也没饭吃，你看现在我吃得多好。知道错了就应该改，你应该跟我一样。不一样，我杀人不是为了吃饭。错，你就是跟我一样。杀！杀！
袁绍十万大军已到官渡，百艘战船集结河套，大军一字排开，看来他是想大举进攻，狮子扑兔。这袁绍果然是个鲁莽之徒啊！想汤狮子，那我们就兵分多路跟他打游击。哼，他就是头真狮子，也长不出三头六臂来啊。刘备的军营在哪里？汝阳，兵力只有10000。刘备在汝阳，为什么关云长一直往北走？东陵的孔秀，洛阳的韩福、孟坦，沂水关的卞喜，统统死在了关云长的刀下。你们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四位大将奉令缉拿叛贼关羽。奉令？奉谁的令？我记得我下过令，是放行令。你们是没听懂，还是有意抗命？主公，是我下的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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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跪下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他们要反？他们好像是要反呢。大人，荀攸无意犯禁，只是关云长武功盖世，万万不能放虎归山。你也跪下了，你也要反吗？大战在即，大人若要怪罪，杀我荀攸一人即可。杀你一个人就够，是吗？大人，军师罪不至死，你我负天下人，吾天下人负我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告诉你了什么？你我负天下人，吾天下人负我。是我说的。都起来吧，你们是对的，我错了。关羽说我们这里没有情，真让他说中了。把手给我。人都快管不住了，还怎么管一个国家？管不住，是因为这里有情。请问公子衙门在哪里？衙门已经关门了。我听说这里的太守是一个大贪官，而且还是一个无恶不作之徒，城里的人都被这贪官吓跑了吧？
你错了。今夜有灾星，人都走光了。我要找的那个贪官，不是你。都一样。你跟那贪官什么关系？我本来是他的副官，一个月前我杀了他，蒙皇上恩典，不才王职，现在是荥阳太守。是你把这里的人都撤走了？听闻关大将军北上而来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到处尸横遍野，王直不忍生灵涂炭，斗胆前来，为的是留住关将军。你是个好官，算了吧。好剑法啊！剑法不好，是剑好。剑虽好，但是你的气力不够。我知道。别再打了，你累了。我不累。关羽，你连命都不要，知道吗？只求能留住关将军一时半刻，值得。你以为关羽真会伤害那些百姓？这事的，谁说得准？曹操说放我走，结果下格杀令，到底是谁说不准？对错是王法定的。如果关某是罪有应得，我愿受刑罚。王直，等我办完事，我会来荥阳，任你发落。你不用回来了，你的事完不了。前两天，有一行僧人和一个姑娘投奔汝阳，我亲自带兵，在南阳道上把他们请来了荥阳。人呢？他们的藏身之所我已经鸿雁传书给了许都，有请关将军到许都那儿去投案。要快啊，要不然他们就得活活饿死。在哪里？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不用了。
不怪你。别闹了，快回去。在下关羽，我在找一位姑娘和几位僧人，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是他杀死了王大人，是他杀死了王大人。放开我的平儿，放开我的平儿。魔头，就是他，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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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会随便杀人的。我们是在城外的小驿站里找到启兰姑娘的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杀人！这些都是王直的人，不管我怎么拷问，他们都不肯说出来启兰姑娘的下落，直到曹大人露了面，他们才说。今天这些人都得死。关将军，不杀这些人，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你就臭了，而且一臭万年。谁敢动手，我杀谁。那你就当不成英雄了，你就前功尽弃了。我说过了，谁敢动手，我就杀了他。好，关大人，既然不想杀人，那就放人。各位父老，今天的事要是传了出去，哪怕是一个字，通通抄家灭族。拜托云长兄，英雄自然你来当，小人我来。
洛阳城原本是座地狱，而今重见天日，曹大人功德无量啊。可惜洛阳城外仍是地狱。佛祖所说的地狱其实只是一种看法，至于看到的是地狱还是天国，全在于你自己。我愿意看到处处是天国，好像有点生不逢时。其实凡事如果想得过远，无异于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地狱。要我不想容易，要我想得不远困难。地狱里面自有天国，天国里面也有地狱，想多想少也全在于你自己。那我就少想点。马儿吃好了，多谢大人救命之恩，小僧告辞。谢大师点化，多谢，告辞。坐。对你来说，我是天国还是地狱？天国和地狱都是人想出来的。当初你要我留下来，无非想让我帮你杀人。那究竟要杀多少人才够？关羽是个大英雄，乱世当中英雄怎么能不杀人呢？究竟要杀多少？袁绍号称大军20万，杀他2万，必溃不成军，不攻自破。等你打败袁绍之后，乱局如何平定？怀柔江东，孙家驻兵西凉，稳住边陲。然后呢？然后国家一统，休息养生几年，我看天下可定。你能保证吗？不能。人不能依靠，唯有法纪才能依靠。可人与人之间没有道义，哪会有法纪？人间仇恨太多，哪儿来的道义？打败袁绍就要杀2万多人，不是在添仇恨吗？这已经是最少的代价了。如果关羽去把袁绍杀了呢？好啊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算救了那2万条人命。告诉我袁绍在哪儿？你答应我做事。我没有答应。我铲除袁绍以后，只想做一个普通人。我不信，一个大英雄永远做不回普通人。事成之后，刘备不会饶了你，你还是留在我这儿，跟我回许都吧。刘大哥天性豁达，做事顺势而行。如果大局已定，他绝不强求。若说到留在你曹营，关羽也没什么可为，还不如回老家种种田，放放牛，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大人，这关羽真的会留下来吗？你知道好马为什么不吃回头草吗？因为回头草不新鲜。对喽，刘备过时了，我曹操才是新鲜货色。嫂子，再往前就是黄河渡口。关羽告辞了。二哥，二哥。嫂子。二哥。送君千里，
终须一别。那天关二哥中了曹操的迷药，可启兰没有。二哥的心意，启兰是一清二楚的。回到汝阳，我就会求刘大哥把我许配给二哥。荒唐！你已经是刘家的人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今天启兰只愿嫁给关二哥，一路上二哥为启兰以身犯险，启兰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当年你为我杀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如果二哥真对启兰有情，刘大哥一定会成人之美的。就跟我回去吧。要是我不跟你回去，你对我还会有情吗？告辞。你不能为曹操办事。把刀放下。你就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，要与刘大哥为敌吗？关羽没有这个意思。现在只有刘大哥登皇位，才能救天下。曹操这样的小人，只会令天下更乱。我只想为天下人做点事情。是否真的非杀不可？看来关羽真的非杀不可。请你告诉刘大哥，关羽已经死了。对不起。你没对不起我，请你放心，关羽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刘大哥的事。保重。大人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英雄嘛，难过美人关。不要急。保护大人。下的令，宰了他。是我下的令。
曹孟德，让关云长回去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他？那你一定要杀了他，否则从今天起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好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皇上，该走了。走不了了。非要杀关羽吗？皇命难违。皇命难违，皇命难违，你就连命都不要了？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，你也一样。小弟，全都给我滚开！谁敢阻拦我，杀了他！谁敢动关云长，我宰了他！云长兄，不要再打了！你这个昏君，皇命难违，我呸！我杀了你这个昏君！住手！我是天命，你杀不了我。你是天命，我就替天行道。关云长，皇上是杀不得你。杀了他，所有的人都有作乱的借口，到那个时候会死更多的人，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不爱你的女人，跟天下作对，她是你的嫂子，别人的女人活着就能对你怎么样？我向你保证，天下一平定，我先杀了这个昏君。我曹孟德说到做到。平定不了的。
嫂子，上路了。 今天我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是那些披着羊皮的豺狼害死的关羽。曹公所说的，可是孙权大人？孙权只是个动手的，还有刘备，还有孔明。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。 就是他们害死的关羽。如此一来，战祸难免呐。当然，关羽一走，吴国、蜀国，谁赢谁败，就很难说了。想不到人死了，还能为曹公所用。 他曲征程，迢迢路，多少里，踏过关斩六将，是传奇。顶天立地，纵横在岁月里，他一生孤独英雄情。望断天涯，是谁在陪？
朝夕，我在这里守望着他回忆，他留草一心在寒，问自己读春秋冬的事情，为兄弟奔东西，千里走单骑，儿女情不能暖，桃源皆依，情连已藏心里，有缘却无缘在一起，一缕青丝缠在我和他的梦里，爱不起却像情不能乱，桃源皆依。